将文杰只顾前世情人与福原爱生日摆一边，请挥拍。人气爆棚的桌球好手江宏杰接下争气眼罩代言，小杰即将征战日本联赛，现在心心念念只有这件事。明天就一岁了。那有要怎么帮他过一岁？有帮他办个生日会，但是就是自己家人这样。对。抓周应该会有。哈哈哈哈哈！不会这么过分。小爱的生日是不是要到了？11月1号。但今年是因为我刚好在瑞典，我打瑞典的公开赛，所以比较没有办法当天帮他过生日。那会提前庆祝，或者有打算准备什么惊喜？没有想到，因为明天女儿生日先到，所以几乎都是帮女儿过打算。可能明天之后就会想起这件事情。跟小爱一起去张罗。对，一起，我们两个一起决定的，完全想法是一模一样的，想要做什么，两个心思是一样的。那还会想生第二个吗？生第二个吗？我觉得顺其自然吧。对啊，因为什么事情都不好说啊。有在预防，还是说？有点害羞啊。戴眼罩。